现在在费城的独立纪念馆这个前面。这个地方曾经在美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就在华盛顿还没有建都之前，这个地方好像是美国的国会就在这儿。当年的这个独立宣言跟这个美国的宪法好像都是在这边起草跟签署的。好，我记得好像是在1790年，在这个华盛顿成为首都之前啊，因为费城是美国的当时的首都嘛，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是当年十年啊，国会应该就是在这儿办公的。啊，这个自由钟就在这儿，就在这边，紧挨着的。好，我已经看到了自由钟，这是我们后面这个楼里面，自由钟就在这里面的。好，我们去看一下。哇，这么多鸟啊！走，我们看看从哪进啊。啊，这不是马丁路德吗？是不是？现在就在这个自由钟的前面啊，这口钟有一个很大的裂缝，好像说第一次敲的时候就敲裂了这个钟。所以人家说就看看这个制造商的这个质量。我这后面就是自由钟，就站在这个钟的前面。Then I have to work those muscles. 说你不够 strong 吗？你这个力气也太小了，你这门也推不开。好了，那咱们就回去吧，先。回去吃东西呗。今天晚上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了呗。晚上就吃吃喝喝了呗。6:20。6:20是啊，咱回去啊，吃完也就7-8点钟了。是啊，我老婆开了一天的车了。累了是吧？好了，走吧。吃啥去啊？吃什么呀？这边吧，基本上都是西餐比较多。
那咱们就街边吧，走吧，看看。那意大利面，我意大利我也真的吃不了。街边都是这样，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回去去吃泡面，明天去唐人街去吃那个中餐。那吃啥呀？那还不如就不喜欢吃，那还不如就吃个什么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那种。那我不想吃。这边的这个，我们回去有冒菜哟。咱们先看看吧，走吧。如果有什么，咱买点回去也行。对，买点回去啊！爱吃泡面就吃泡面，不爱吃泡面的我们就吃这个。好嘞，走了，刚回宾馆了。回宾馆了。哎呀，终于盼到了，终于盼到回宾馆了。家儿子来，妈妈。我们家二宝啊，早就盼望着回宾馆了，是不是啊？那我家二。是不是啊？是不是早就盼着回宾馆了？啊，好了，回宾馆了，走。哎，导向好，导向好，一会儿走错了。咱们回去换一条路走吧，要不？对。是吧？我导一下啊。啊，这是什么呀？这什么东西啊？果子。哎，这怎么长那么多果子呢？这什么果？长了一树。你看，好多呀。咋又蹲下了呢？啊，听没啊？走吧，走。哎呀，你是僵尸吗？你是脏逼吗？闻到了，卖东西的，要吗？矿泉水吧 ，water， 闻到了。这里面是一个商店，看看去买点吃的。哎呀，那么大一个店竟然买不到我们吃的。你看在美国就是出来就是吃，实在是解决不了啊！你走哪都是汉堡，你看这墙上他做的广告，也就是那个这个 sandwich， 全是，要不就是汉堡，要不三明治，要不就是披萨。除了汉堡跟披萨，没啥了。什么意大利的我们也吃不惯，然后什么美式的那些东西我们也吃不惯。这好像还没有中餐馆。下雨了。明天我们去那个。中国城，我们去吃午餐吧。他喝多了应该，哎，但是这个费城是可以喝酒的吗？在路上，我看他拿着酒瓶子坐在那个这个路边，但是他每个州的法律是不一样的，纽约肯定是不行的。你看我们去那个海边，人家酒都装到那个保温瓶里面是吧？都装到那个自己的杯子里面喝，偷偷喝。我在这个街上走了一圈，我发现整体就是费城的街道比纽约还是要干净啊。这有没有？哎，这是什么呀？要不买个披萨吧？买个披萨。二宝爱吃啊。那你要吃什么呀？对，就是来一块这个披萨就行了。这个披萨是其实最好的。啊，对啊。啊？它关了。哦。关了。嗯。想吃还没得吃。啊。行了。这么早就关了。是六点多人家就下班了。到6:40的。啊。到6点钟是啊，今天哎。到8点呢，今天是星期一啊。啊，他关门是到8点，但是他披萨没了。哇，这个房子你看有特点吧。对，往这边走啊，这有披萨店，这应该没关门。走吧。啊，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只是 BBQ 的。BBQ。BBQ 是哪个 ？BBQ。BBQ。BBQ 还要做 BBQ。One slice sausage。我要一块够吗 ？One cheese。哎 ，One cheese。好了，走了。披萨。那我拿。那你拿着。那我来，我来，我。
你小心拿住了啊，我们晚餐都在这儿。哎，你看这个街上，你看现在才六点多，街上好像就没什么人了啊，人不多了。这还是费城的这个中心城区呢，那人那么少了，费城是吧？但是不对啊，费城是美国的第五大城市啊，人口应该挺多的，它仅次于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休斯顿，然后排在第五就是费城，但是人口相对来说还是少，也就几百万人，可能那么大的一个区域，跟纽约还没法比，纽约真是。哎，这个有，那咱们去买两瓶啤酒吧。这是吗？有酒吗？我去看一眼啊。Do you have a beer? 零五呀。啊，耶，有耶， yeah, 太好了。哎 ，Blue Moon。我宝贝也有。啊。Blue Moon， 我这一个百万一个 Blue Moon 吧，我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啊。宝来。啊？宝来。哎，宝来，这个没喝过。Open for you？ No。No open。No open。Alright， 10.78。Seventy。有饮料，跟我买一瓶。饮料吗？你看看吧。Yeah, lemonade. 来一个 lemonade. 萌萌。Thank you. Bye. 不能把这个打开吗？我这里没拿起子。它这个是可以，这里 Blue Moon 跟那个百威都是啊，那么大雨啊 ！Oh my god! Oh my god! 那么大的雨啊！啊、来，等等，坐会儿。家在哪儿啊？等一会儿，我看看我们还有多少路。哇，这个雨下的，一下子倒下来。哎，我们好像还有一分钟，往前跑一下就到了。走，咱们开始啊！快点，还是我在报吗？是左边是吗？左边。等会儿啊，咱们一会儿等车过了，我们就跑到马路对面去，好吧？对的，红灯的时候，咱从马路对面。这雨啊，我估计也就是一阵儿就过了。我们有下去接点冰块，我觉得喝这个烂梅尼一定要倒冰块。这个是不是可以？好了，走，快走。哇，小，哇，哎，这雨真不小哎。走，快走，小心啊，下次啊，看着点啊！哇，还打雷呢！没了。啊，有，快走，快走！要到了，快走！啊，看见了，快！各位嗨，Go！啊，终于到了！哎呀，这个雨下的呀！